出家人呢、啊，不能一直这个我是三宝，我就高高在上了啊！这个是广清老和尚最呵斥的。我们是三宝，是人家恭敬我们，人家赞叹我们，这可以这样啊。如果我们动一个骄傲的心，那个我们是出家，我们是三宝，那你烦恼就大了。那人家的信徒稍微对我们一下子啊，就对我们一下子扎一个眼啊、哦，或是讲一句比较重的话，那完了，那你不是死气活来的吗？不是活得很痛苦吗？不需要这样子的啦。哎，所以说啊，自己心性才是宝，自己解脱才是宝。现前一念平等心，明善之事啊，智慧心即是，一颗智慧的心才是我们真正的宝啊！啊，有的人哦笨死了，啊，有的人哦跟师父坐电梯，啊，说到这个是个佛弟子啊，也都是愚痴，啊，坐电梯十几个人啊，因为像我这么瘦的人就里面挤十几个，挤十几个，啊，我挤在上后边，啊，十几个。而且点对规矩哦，头前行哦，啊不要讲先出去，伊唔是啊，啊我哩排伫上后边啦，哎，何书先出来，你甲看戆袂，迄电梯钱袂出来，啊内面啊无路啊，伊也不要讲先出去，伊唔，伊就电梯占掉诶，伊就敢那唔出去，敢那要叫我为后上后边人出去，我只戆诶多得，你甲看麦，伊意思讲先出去无礼貌啊，哎，我够戆。电梯你根本没有路可以走吗？你就是先出去吗？如果有路我当然先走嘛，啊，没有路那你不出去你堵住干什么呢？邪佛不是大家都很聪明的，就是笨的，哎，所以说呀，啊，要用一点智慧心嘛，大修行呢，哪一种环境要做哪一种时间空间的调整嘛，是不是？那有一定怎么样子的，一定怎么样子的，哎，像我的徒弟啊，也说出去啊，哎，人家国外来的，那国外来的时候啊，啊，然后啊，他来这边走一走，人家也不认识慧利法师，然后就一直跟他介绍，哎，这个慧利法师啊，他说啊，那两眼无神啊，他不认识慧利法师，这样啊，这恭敬规板人，规板人，你快去，轰，唔去死。那就完全没有佛教的观念，一直跟我说我在你是在讲啥，那我这讲的啦，这介绍也要介绍的得体嘛，哪有是为了要称赞师父的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哼，哎，恭敬敬哎，不是每个人都哎很聪明的，很有智慧的，恭恭恭恭啊，